当我妈拎我啲衫嚟着嘅时候，我先忽然发现我好耐冇赞过佢啦。佢笑住咁讲：阿妈睇落系咪后生过你呢？我听得出呢度有50加应有嘅自信。虽然年过半百，佢唔显得老，亦都唔会认老。佢依然会陪我煲剧嘅时候食零食，讲嘢嘅时候手舞足蹈，开心嘅时候哈哈大笑，食到好味嘅时候仲会舐舐你添。佢问过我乜嘢叫做年龄容貌焦虑啊？我话你日日都快乐不知时日过，呢一样嘢唔会出现喺你身上噶。佢突然间好正经咁同我讲：，梗系啦，养你成人都已经攰到够皮啦，而家仲唔轮到我享受翻够本啊？乜嘢苍老啊、皱纹啊、白头发咁，你睇佢唔到，佢咪唔存在咯。最紧要系咩啊？系心态啊！仲有啊，你要记住，联合国世卫最新嘅标准系80岁以上先叫老人啊。So please call me 中年人 ，OK？ 啊，越望我个老妈子就越觉得个风韵犹存。唔得，佢今晚又要煲臭屁醋啦，我都要整多碗先。跟住嘉欣行广东，湾区就知多啲。